妙善公主前去告状，没想到被县官大老爷一顿胖揍给打了出来。出来后才发现，分。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啊？天王老子第一，你第二。不对症，县官狗大人坐在了观刑台，从妙善的眼神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没想到吴公子居然贼心不死，趁着妙善一人走在大街上，居然偷偷地将妙善绑了去。